Yeah, the first one, street. Street. Next on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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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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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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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re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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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doubt. Doubt. Next one, unstable. Unstable. Next one, unsuitable. Unsuitable. Next one, tolerance. Tolerance. The last one, hesitate. Hesitate. 看来不知道大家写的怎么样，咱们来核对一下答案啊。看一看，the first one strict, be strict in something，在某方面严格啊。temperature 听了你的单词 T E M P E R A T U R E 啊，会拼写的。那下面 anxiety 焦虑，跟它有关单词 insomnia 这个单词是失眠的意思啊。如果口语想说的话，可以说 insomnia。下面 private 表示私人的私处，privacy 隐私名词形式的隐私，那 privacy policy 隐私政策啊。resemble 与什么什么相像，be similar to，be similar to like look like，就咱们跟 resemble 同义替换啊。那 doubt 表示怀疑，不用怀疑，no doubt。unstable 不稳定的、易变的，小作文也可以用到，表示数据稳定的、无易变的啊，不稳定的、易变的，说错。然后去掉 un 变成 stable 变成稳定的、无易变的。然后下面 suitable 不合适的，也是以 un 开头的，suitable 就是合适的，unsuitable for 什么什么不合适。tolerance 等于 bear 表示的是容忍、忍受，hesitate 表示的是犹豫不决，立马做事，没有犹豫不决，就是帮助你帮助特别快，without hesitation 去 e 加上 i o n 啊，它的名词形式 hesitation，前面加上 without。好，今天咱们学习的呢是第22章。如果有书的同学，可以打开把书翻开到308页啊，308页。如果说没有书同学，可以看 PPT，在 PPT 上做笔记，或在书上做笔记都是可以的啊。咱们开始听听。高校，观众大家好，我是刘洪老师啊。今天呢，我首先说的第一个是 congratulations，真正的恭喜大家啊！大家坚持这么久，终于得到雅思四分真金啊，这个是我的最后一章了，即将出关了。修炼这么久，是为真金派的长老给你传功呢，造就你的绝世高手。你博采众长，有中奖，有外教，有奖，听说读写的中奖老师。那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的智慧都是不一样的啊。你吸收大家的精华于一身，什么感觉？真的不了啊！这是培训历史上的创举啊！从来没有一门词汇课是由十位顶级老师来共同讲解的啊！儿童今天的感觉应该是在深山老林里面苦修这么久啊，在山洞里面一个人亲自孤独。接下来，今天你即将闭关啊，就出关了啊！先出关了，走出山洞，哇，能感觉大家感受一下，想象一下阳光照在你的脸上，蓝天白云，哇，什么感觉？江湖我来了，好好啊，世界我来了，美女帅哥我来了，有点邪恶啊！你看，哎，恭喜大家，说恭喜你们啊！相信这是你可能人生中能够完全背下来的一本词汇书。好，闲话少叙，说什么没用啊！来，接下来赶紧出关吧，着急出关，对不对？好，今天干嘛？咱们这个是308页，今天我们来看啊，chapter 真经真时间日记。那么有的同学看不到今天我就听到今天回答的都是幸运的啊。都是你坚持下来的，有些人坚持到了上一章啊，这一章不坚持了，是吧？稍微翻一翻，前面三简单都会，错了还是什么？真金派的词汇讲解我说了啊，逻辑词穷为一体。我们讲单词 more than vocabulary，我们讲英语 more than language，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方法对比哦，对不对？还有谁去用哦？有固定搭配哦，必搞的搭配，对不对？还有这个词源的各种词汇知识，只希望你要听啊。那308页第一个单词开始了，大家跟我读第一个单词叫做 daily 啊，就这单词是形容词。那么在搭配里面来看一看啊，有开桌名字啊，叫 China Daily，它做名词中国日报啊，它有一个 app，大家可以下载啊，我的手机里面就下载了这个 app，经常有一些最时尚、最新的新闻、英语新闻，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最新的、最时尚的、最热的一些单词，它是怎么表现的，比如说"一带一路"啊，啊，比如说英文怎么说，肯定都展开了。那么往下看呢，下面有一个搭配连带单词的 daily life，就是说的更多的 daily life。其实还有一个表达啊，在例句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表达也挺好的，叫做 "The best treatment for the pain is daily exercises." Exercise daily exercises 啊，叫每天锻炼哦，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说学习英语啊，要怎么样 daily practices 啊，需要每天的练习啊。啊，旁边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词组叫 on a daily basis，b a s i s on a daily basis。啊，daily basis 我们可以改成下面单词啊，monthly basis，还可以改成下面单词啊，quarterly basis，对不对？啊，这个词组其实很常见，很常用。特别是雅思口语考试当中应对这个话题，How often do you watch movies？你可以说啊，Well, on a monthly basis 啊，就这感觉啊，明白吗？啊，How often do you speak English？How often do you play computer games？How often do you visit museum？等等，就说听到 How often，我们第一正确的反应就是 on a daily basis, on a monthly basis, on a quarterly basis 等等啊，请注意这个啊。好了，那么下面这个 monthly 我就不说了，quarterly 但是啊，季度的了解一下行吗？Quarter 嘛，四分之一对不对？我说 a quarter past ten 啊，就是另一个。那么 a quarter to ten 大家知道啊，就是9:45 to 10对不对？好，下面一组我们来看看 annual，注意首先表这个字根写旁边 ann 啊，ann 就叫 year 一年的意思，就是 annual 就是每年的。那在搭配当中，我们看到叫做 annual bonus 年终的分红哦，这个单词 bonus 很好记嘛啊，它是两个 bump 一部分读成 bump，我们 bump us 叫我们部分 bump 就要分红就要奖金，叫做 annual bonus。啊，还有 annual 第句里面有 annual turnover，哎，注意这个表达法 turnover 了解一下，叫营业额，它是的流水啊 turnover revenue。好，下面 year 里没什么好说的，第三个说 anniversary，哎，也是 A 跟 B 开始的成年 anniversary ver 大家知道 university ver 指的是旋转啊，翻翻滚滚转来转去又一年，这种感觉，想到是贪玩的翻翻滚滚一年 anniversary，哎，这单词很重要啊，一定要很熟听力啊，熟悉经常出现哦啊，重大事件啊经常会出现这单词，你看第句里面有什么表达叫做？Jack and Kim，注意读读音啊，连读啊，不是 Jack and Kim，读成 Jack and Kim，Jack and Kim celebrated their 20th wedding anniversary in January。啊，听说有个调子，它的这个断句啊。你看 Jack and Kim 是一个一群啊，在一起 celebrated，你可以单独读。OK，their 20th wedding anniversary 这是一组，然后最后 in January，对不对？调子是这样子的啊，请注意。那么啊，庆祝了他们20周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其实20周年大家知道，20周年结婚纪念日叫做，哎，这西方叫什么叫做啊，叫 China Wedding，叫做陶瓷婚啊，China 是陶瓷嘛。
豪斯芬，对，我们是在上聊天一下，顺便拓展一下了解一下。一年的这个婚姻叫做 paper wedding， 对，paper 纸婚啊，其实不错了啊。现在社会哇，就是结婚就是 on a daily basis， 有的婚姻直接就啊 divorce 啊 on a monthly basis， 对 ，paper wedding 啊庆祝一下 anniversary。那么如果25年呢，我们叫做 silver 啊 silver 就银婚，对 ，silver wedding silver wedding 啊，看你叫 silver jubilee， 哎，大家说 jubilee 这个词啊，那么这个金婚是50年，对，50年叫做 golden wedding， 那么钻石婚呢 diamond wedding 指的是60年了。那么说这个词 jubilee， 顺便送给大家，这个词叫做 jubilee， 怎么样 ？jubilee。啊 ，jubilee 这个单词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首先我解释一下，它指的是这个25周年和50周年，专门指这两个时间，就特别的一个周年庆，专门是25年或者50年。所以我们会说 silver jubilee 和 golden jubilee， 分别是25周年庆和这个50周年庆。那么jubilee 这个单词出现率最高的，其中你想想，伦敦去玩耍的时候会看到，因为伦敦的这个 metro 还是地铁里面呢，还有一条线路叫做 jubilee。啊 ，jubilee， 中文翻译叫什么？叫这个 jubilee， 就 jubilee。那么这条线路很神奇啊，大家知道吧？它是为什么叫 jubilee？ 因为它是在是英国女王 Elizabeth 来过渡 ，Elizabeth 啊，文件就是这个叫什么？中文叫伊丽莎白，这个我当从小就学过这个词，伊丽莎白瓜嘛，嗯，好吃好吃，就用别的名字，女王的名字来命名水果吧。这个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到时候听到 Elizabeth 就觉得，说搞笑，就是伊丽莎白 Elizabeth 她的这个25周年登基25周年的时候建立的这条线路，所以说叫做 jubilee 啊，这个跟中国的地铁一样，A 线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九号线，对不对？那中国的地铁每条线路都有故事和历史，所以说伦敦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它，因为故事。好，不说了，就大概知道了这个anniversary， OK， 啊，这个词过，接着下一个单词 ，the next one is era， 啊 ，please repeat after me， era。哎，它是小心，它是古英语上年代、时代、纪元啊，不要把它读成 air， 那是空气；也不要把它读成 ear， 那是耳朵。很多地方都是 error， 那是错的啊，那就是错误，是 error。旁边那是 e r r o r， 这个单词读成 error。那么这个意思就是错误，我们说相当于是 mistake， 那我们说 make an error， 啊，翻译成错误。这个单词我们回过来看到纪元，这个单词读成 ear， 啊，请一定要区分啊，比如说错。那例句我们看一下，他说 we are living the information era， 啊，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非常好。哎，说到这个时代，提醒我们重要。还有表达，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就是一个也是最差的时代。那么在雅思口语考的时候，当然可以转一句话哦，啊，是狄更斯说的。狄更斯他在他的 novel 小说里边，他是英国的一个著名作家嘛。他在小说里边啊，这小说叫做 A Tale of Two Cities， 叫《双城记》啊。Tale 提的是故事嘛，这个 story。在《双城记》这个小说里说的就是名言，说我们生活在最差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啊。你说 We are living the best era and worst era。OK， 你要在雅思口语考上说这句话，哇，你知道考官面试什么感觉？英国面试官一听，哇，马上说是那么两眼放光，瞪着你，说太有哲理了，这个哲人啊 ，philosopher， 马上起来，接下来我再讲吧。啊，瞪着你，结果没了。为什么刘老师最后一句啊，所以说你要展开学习，很多人雅思口语考上背了些经典的句子，一说出来哇，确实把考官吓尿。接下来考官特别期待去展开，结果没了啊，考官心中感觉本来是7分哇，7分8的 new ability 啊，没了，那就马上判断是 strong ability 5分啊。我说完了，大家很简单嘛，因为其实我说，不管你生活在哪个时代，不管是最好的还是最差的时代 ，era， 其实都取决于自己，那每个时代谁都有更好的、更差的，对不对？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发奋图强啊，有没有奋斗，对不对？学习嘛，所以说正所谓学会应未来。好，不说了，学会了什么？讲到了 era， 哎，等个月也不是 error 啊。那我们看下一个词 ，next word present。所以要注意哦，这个词非常重要，现在可以打个星号。我们首先学习它的形容词和名词形式一定是一样的啊，重点在第一个叫做 present， 那么搭配里面可以换一下，叫做 at present 啊，目前现在。那么这个形容词和名词呢，形容词现在的，那名词是礼物啊，目前很有意思，请大家往前翻一页。我送一个例子给大家，就在这个 chapter 的封面的这个 cover 的这个上面部分，你看到啊，就是 Kung Fu Panda 里面的一句话啊，非常经典的一个台词，他们说的 ，My beloved 他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present。听到了吗？他说，哎，往事是历史啊，明天是神秘的，今天是一个礼物，珍惜现在啊。说为什么我把今天现在叫做 present？ 你看双关嘛，对不对？今天确实叫做 present， 现在嘛，同时也叫做礼物啊。这个词太有哲理了。记住了这句话啊，这时候比如说在男朋友、女朋友面前是不是可以表现一下啊？好，同时这个词同学发表了，看到这个单词 present， 你注意可以放动词标志旁边，叫做什么？提交啊，提交的意思啊。就陈述啊，提交的意思啊。提交的动词呢，中间的第二个叫 present， 比如说他提交报告给老板哦 ，they present the report to the boss，present something to somebody 啊，提交啊。比如说这是一个动词，那前面我们见到过很多哦，这个单词也发出来的，前面叫 re 叫 represent， 对不对 ？represent，representative 啊，我刚才说的例子你不了解的，赶紧回去复习一下啊。好，过啊，这个词过掉。那么看下一个单词，它下个单词长，但很重要，也打个星号，来记住，叫做 contemporary， 讲清楚一点 ，contemporary， 注意音节，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快点 ，contemporary。那么这个单词怎么样？是当代的、同时代的、同时代的人啊，同时代的公司啊。啊，同时代的雅思考生呢，对不对啊 ？Temporary。那么这单词其实好记，那 come 就不说了，一起搭配一起。那么你看到这个注解里边字根的注解，注意到这单词哦，叫做 temper。temper 就是时间 ，time 这个字根。那么当中有一个单词是找到第三行，那这个黄色字体第三行这个词要不要？叫做 tempo。tempo 不是 tempo， tempo 是次量啊。tempo 这是啊 speed in music， 就是 music tempo， 叫做音乐的速度啊，这个拍子什么什么慢三拍啊，快板啊，慢板啊，慢板啊，慢板啊，就这个啊，这是时间的意思啊。在同时间出现的人 ，contemporary 就是同时代的。这单词旁边再记一个单词就很重要，叫 temper。temper， 不是 or， temper， 叫做 temper。这个单词感受啊，叫做什么？脾气很重要，脾气。我们说好脾气 ，good temper， bad temper， lose your temper 啊，就是失去，就是脾气失去控制啊，就发脾气 ，lose your temper。我们说要控制脾气 ，control your temper， 还可以说 control your horses 啊，控制你的马。to be patient， 耐心一点，别发脾气啊，心中有匹马啊，你经过古代像赛马嘛，对不对啊？抓住缰绳，马不要吵，节奏 ，hold your temper， 啊 ，hold your horses， 这种感觉啊，同样的，就说在口语考试的口语平时聊天，别发脾气的时候，你听说呀，你说 control your temper 太正式了，哎，稍微规矩一点 ，hold your horses， 啊 ，come on，hold your horses，come on，hold your horses， 全部了吗？啊，这个 temper 叫做脾气，啊，当然，其他单词 temperature 叫做温度啊 ，temper 面加 ature， temperature， 啊，温度和脾气相关的，大家知道啊，因为你发脾气的时候，科学显示你这个内分泌失调，不是内分泌失调，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这个新陈代谢加快 ，OK， 那这不好意思，新陈代谢加快，身体有这个应激反应，是体温会升高哦，啊，所以说不好啊。就说这个 temper 脾气温度强烈和这个时代区别一下 contemporary 啊，我想点读啊，快点，忍不住啊。
忍不住的想起啊，这也是诊病，不然病不能放弃治疗。往下看 ，next one is medical， 哎，要把记啊，特别是那个 MED 开始的这个词根。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是中间不是国字啊 ，medical 啊，让身体调回到中间状态、平衡状态的健康医疗嘛 ，medicine 对不对？啊啊 ，medium 啊，大众媒体的中间传递信息商，一看到 medical 啊 ，med 就中间啊，中世纪的。那这单词其实它很少，但是它的关键词就是守旧的 conservative， 这单词写 conservative， 前面 conservative 也是指保守的、守旧的。从我们例句里面，也就是这个守旧这个词更常见。他说的 parents with a medieval attitude towards dating， 什么意思呢？就啊，对约会 dating 嘛，持有保守态度的父母啊 ，not popular with young 啊，不太受年轻人欢迎。这例句啊，虽然很好，这词用的是过时了。大家知道啊，什么叫做对约会持有保守态度的父母不受年轻人欢迎？现在的父母啊，都鼓励年轻人约会，你赶紧去啊 ，dating 啊，对不对？现在的啊，这是保守的父母，赶紧去约会啊，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对象啊。那不保守的父母现在是什么？开放的父母是这样的啊，开放的父母大家知道 ，aggressive 激进的啊，父母是这样的啊，什么样的呢？这个爱找不找，单身身体没事啊，找到之后丁克再问我，这才叫不保守啊，对个性都无所谓，对不对？啊，丁克大家知道啊，这个找到丁克的话，丁克叫 D I N K， 大家都是熟识单词 D I N K Dink， 那再来第四单词的这个首字缩写嘛，就 double income no kids， double income no kids， 这四单词首字缩写就是 Dink， 丁克仔，对不对？啊，当然，有的父母更加开放了，管你找男的都无所谓啊 ，gay 也好 ，lesbian 也好，无所谓啊。你要出国留学，你发现哦，很多啊，越高知啊，高知识分子里面这个群体是很多的，很正常啊。说了，嗯，假如说我也参加过这个 Mardi Gras 他们的节日嘛，同性恋的节目，大家都参加，不是明面的去走的，就你走，我也没走的去，但是支持啊，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尊重你自己的选择，只要你觉得我尊重别人的选择，都可以游戏跟他们一起很欢乐的啊，非常盛大的节日 ，happy 啊，说了，就这个 medieval， 它同义词叫做 conservative， 啊，不是 conversation， 是 conservation，conservative， 好。下单词简单 century 没什么说的，大家会哦，这个 century 100啊，这个大家知道啊，这 centimeter 对不对？这是1%，就是厘米嘛。century 往下，千禧年这个简单啊 ，millennium 好，根据一点 mile 开始千里就行了啊。比如说 mile 我们大家知道叫1英里啊，古罗马时期7步走1000步，这句说法呢把它定位做 a mile 就是千的意思啊，千步。那 milestone 就千步是啊，所以说从中心广场往外走，古罗马中心广场的 forum 往外走1000步，我们 milestone 叫做 milestone 外向的到我们一看就快2000步，就 mile 叫里程碑了。所以当你知道 mile mile 是千啊，下面单词叫百万一百万叫 million， 为什么百万叫 million？ 1000的1000啊，对不对？是 million 这个单词字面意思就是千的千，叫 million 啊，那 billion 10亿啊，一块就记住了。顺便在这里也通过这两个词，大家都很熟，但是我告诉你一个规则，你在哪个笔袋书旁边写先写3个0，3个0旁，在三个零的左边打个逗号，然后再往左边再写3个0，再打个逗号，再写3个0啊，再写1，你明白了？为什么英语当中就没有 e 这个说法？一下就是1，因为没有 e 这个单位，我们的 e 叫做 100 million。你看啊，每三个零是一个单位，旁边打个逗号，所以说英语当中三个零叫做 thousand， 6个0叫做 million， 9个0再往左边再写个1，那就叫做 billion， 知道为什么吗？明白？所以说啊，就买了啊，就买了，没有 e 这个说法。好，下面这个 dozen 很简单嘛，一开始很多都只是开始的，就 decade 10年啊 ，dozen 是100，很好记，不大啊 ，dozen 很大。好，翻过来这个跳过来啊，再快点。第三次 ，dawn 啊 ，dawn， 哎 ，dawn， 唱歌看到这个词就唱歌，你好，英文歌里面都唱，哇 ，dawn， 记下一下。下面啊 ，midday， 注意单词读音啊，那几个地方都是 midday 啊 ，midday， 咬住第一个字不发音 ，midday 啊 ，middle 的意思啊 ，mid 中间啊，它的 mid 前面加个 的，在前面 ，a m i d mid 就在中间呗，对不对？啊，这才专门考王健，乔纳斯13，哎，把握，往下聊一，再往下多说 ，midday， 在 midnight， overnight， 没问题 ，night， 哎呦，这种词啊不会，去下面。modern 这个词不说了啊，往下再看，哎，这个词请注意读音哦，重音在第一音节，叫做 recent， 不要读成 recent 啊 ，recent 副词 ，recently， 打工的 recently 要非常溜啊 ，recently。好，请注意这个例句里的单词，我要听大家怎么说的。The vase， 注意这个单词啊，美音音叫做 vase 啊，花瓶的 vase， 美音叫做 vase 啊，同学，因为啊 ，vase looked old， but it was a recent fic 啊，他说这个花瓶看起来很古老，但是也最近制作的赝品啊，看这个赝子，我不知道，突然想起包表示，我不知道跟什么，上次听那个表示啊，细小记忆，小记忆，我心里乐乐开花呀，哎什么，那个光纤啊，光纤，那光纤，中国人的例子好啊，谢谢，不怪老外啊，你看吧，好多人是个条子，你打开三角就怎么读了，他以为英文啊，怎么听着这么多自然拼读啊，读不出来，什么门栓啊，门泉。说太高兴了，谁在说坏话呢？还没小时候坏话，东东在微博私信我对吗？上课我来讲讲，他们的这些小骗子跑掉了。啊，我说到这啊，这个花瓶，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个物品单词，同学就很记不住，但是你们这个意识，今天开始啊，回到家看到某物品，看到花瓶，对了哈 ，vase， 看到这东西就喊拿两声 ，OK， 马上就说了。要这个意识啊，随时随地的这种学习的意识和 practice 啊 ，daily exercises， 还记得吗？啊，下面单词 update， 注意不要读成 up to date， 不要是 up to date， update 啊，不，下面单词 first， secondly， finally， 哇，哦，下面单词 finish， 这单词不错吧？第一名，这单词很多同学不太会用哦。它结束没关系啊，这单词我看到就特别有深刻感情。为什么这单词说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外留学的时候，你在外留学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打工哦，那就是在车上啊，悉尼的车上，还有一个吃通天，就是打排档啊，喜欢叫做 food court， C O U R T court 庭院啊，就是打排档啊，各种什么各类小收益嘛 food court。那我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收盘子，对不对？不然经常问别人，就是你吃饱了吗？经常说你吃饱了吗？请你吃完吗？怎么说的 ？Are you finished？ Are you finished？ 哎，我说你被搞定了啊，是 finished 在这里是做形容词啊，你搞定了，吃完没有啊？吃完没 ？Are you finished？ 如果说我吃完了，你说 I'm finished 啊，当然你可以说 I have finished 也可以啊。为什么我天天说 Are you finished？ 我记得有一次啊，收盘子工作太忙了，后来看到一个盘子放了一小时，真的，然后一看没点，我就知道收了。后来看到老板在抱怨 complain， 谁把我刚买的这个啊海南鸡饭，一个处理完一盘子放那里，我转身去拿筷子啊，拿勺拿餐具，结果转过头就被收走了，还漂亮，抱歉啊，意思抱歉，真的这个工作太快了，反正留学打工嘛，收钱都那样，因为真的。你想象一下，我们在那工作啊，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半啊，一直在收盘子，浑身都是菜味啊，在厨房里啊，我不断的收盘子到厨房里跑来跑去，浑身都是各种残羹剩的汁的味道。2点半之后，我跟那个情况，然后在那里吃饭，真的不想吃，为什么？你闻到那个味道啊，都闻够了，就说，哎，啊，那个时候就黯然发誓，回国之后一定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啊，好好讲课。往下看 ，immediately 啊，这单词 immediately， 来过 immediately， 哎，这单词很重要哦，做个什么考点词，538考点词，考过很多次，它的动词是什么？原文都写的是 promptly， 写下 promptly， 再读一遍 promptly， 这单词太重要了，得考无数次。啊，一级的啊，一定要听懂 prompt 就等于 immediately。为什么要考这次？因为如果他认为你听懂了，完了出国之后就可以人力说 you should do it promptly， 其实让你马上做，你要听不懂的 ，OK， after later， 好吧，也行。所以说这是表达一级很紧急的一个单词呢，一定会考验，专门考验。那再来一遍 ，promptly 等于 immediately。啊，下面单词 instantly 一样的啊 ，instant noodle 叫做这个什么方便面，对不对？都是考验啊，一级的一定是考验啊。这两页讲完，我们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复习。好，接下来测试开始了，你们 are you ready？ 好，开始啊 ，daily。
daily, annual, annual,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era, era, present, present,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being, being, born, born, recently, recently,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promptly, promptly. Okay, are we finished? Okay, let's turn to the next page. The first word is moment. 这个没什么说的啊 ，moment。那大家看一下 location 的搭配啊，他说 at the moment， in a moment， 很熟啊，熟悉一下。那下面单词呢叫做 minute， 分钟，大家很熟悉。但是请注意哦，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和另外一个含义啊，另外一个读音它写的是 minute， 来看读 minute， 就细微的啊，这个细微增加比较少。其实呢，它的最常见的搭配用法叫做 in minute detail， 细节怎么样 ？in minute detail 啊，就表达这个 phrase， detail 就 d e t a i l 细节，这个叫做细致入微的 in minute detail。再到其次，他们说this vocabulary book 就是我们这个书啊 ，this vocabulary book is written in minute detail 啊，写的 written， write， wrote， written 啊。那么就是讲我们这个书写好啊，每个细节都找不到啊，就学会了用法 in minute detail。好了，下面还有一些详解，我就不想多说了。但是注意搭配 location， 我们今天头一样中用到的是 in a minute， with a minute。OK， 好。那么再往下看下面组词，第一个在先在前的叫做 prior。那么这个词在搭配里面先看搭配啊 ，prior to 在之前啊，这个很常见哦。那么例句呢有这个表达，我就很好来学习。它说的是 I have a prior appointment， so I can go with you。哎，这个就表达 I have prior appointment， 请 on 抢先。那我预计有约会啊，所以不能去。这个表达很常见，为什么呢？经常比如说有邀请做这个做那个，很想见你，你真的难得不想见他。这时候呢比较善意的一个表达就是哎，我预计有约会已经约了人了，我有事啊，怎么办呢？就这样的 I have a prior appointment， so I cannot make it。I cannot go， 啊，就这感觉啊，学会这个，很好，很常用的一个表达法啊。我以前也会了啊 ，appointment 啊，不是 dating 啊，好，往下 ，former 没问题啊，以前的啊，以前的前任 CEO 啊 ，former manager，former CEO 啊 ，former， 那它的反义词呢就是在记当中有啊 ，later。好，下面单词啊 ，precede 这个词就很重要 ，precede 后面先写的动词，旁边就把 ing 去掉，变成 e 叫 precede，P-R-E-C-E-D-E，precede。OK， 这动词呢叫做领先语的意思啊。如果学会我一直为我们的英语教学理论呢，了解了啊 ，precede 领先的意思。那么 C-E-D-E 这个词根，可以想象一下，叫做跟走的意思啊，走。走在前面叫 precede， 就是 preceding 啊，就是在前面的，在之前的。哎，然后那个动词已经有了，在几个月就快变好，这是早就想到了。你看到吗？不好意思，这是 written in minute detail。好，就说了 preceding， 啊 precedingly。好，往下看，下面三个词同样的，就是那个 precedent， 叫先例常规吧。precedent 中间在连接过渡 ，precedent。那么区别单词 president 啊，就是 president 啊，区别一下 president 和 precedent， 那注意它的细微区别。好，那么这个词了解一下，在前面也是感觉就是那些有本事先例嘛啊。好，下面foremost， 这个单词除了是最前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most important 的意思啊。foremost 这个词也挺常见的，就是打个信号吧，一定要学会啊。foremost 这是最重要的 most important。一般来说，文章中这个词出现，基本上会成为考点的信息。为什么？文章中强调嘛，它是最重要的。你说出题能考考你，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点。好，你要认识意思啊。opening 没什么说的，那名词开端的意思，那看过来了。initially 这个单词不要打信号，考点538，2538考点词，我们大数据统计538.4，这是里面最常见的，看不到就考单词。initially 最初的，它动词叫做 initiate， 怎么样 ？initiate， 你 initiate 叫发起、启动、最初啊。你说考肯定考你啊，任何事情的起点、原点。它的来源是重要信息，考一下啊。Initiate， 其实这个词在真题考当中它的同义词，同义词考的是 prompt， 就是刚讲过啊那个触发的意思 ，promptly 用 immediately 啊。好，那么再往下看呢，我们下面单词 intermediate， 哎，这个词 inter 来说在中间嘛，后面不是也中间啊，又是两个 e 开始的中间，反正就在中间、嗯、，international 国家之间啊，对，就是两个词在中间，大家应该啊学会。Intermediate， 这个例句当中说 ，this country is still at 这个词组了 at an intermediate stage of something of development， and at an intermediate stage 表示在中间阶段，注意这个对吧？那可以放下。好，下面 mixed， 那么中途中间的啊，认识一下 meantime， in the meantime， for the meantime， 啊 what 啊 get 比较简单。下面 meanwhile 啊，同时期间的意思 ，at the same time 的意思 ，meanwhile 啊，看看例句。好，下面一个词我其实讲过啊 ，simultaneous。我讲什么时候讲过的呢？讲到这个同声传译讲语言 language 这个 chapter 的时候，我说到了同声传译叫做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交替传译。看过来啊，看到最后页311页左边这个句子组了，句子组了 at an intermediate stage of something of development， and at an intermediate stage 表示在中间阶段，注意这个，对吧？那可以放下。好，下面 mixed， 那么中途中间的啊，认识一下 meantime， in the meantime， for the meantime， 好 what 啊 get 比较简单。下面 meanwhile 啊，同时期间的意思 ，at the same time 的意思 ，meanwhile 啊，看看例句。好，下面一个词我其实讲过啊 ，simultaneous。我讲什么时候讲过的呢？讲到这个同声传译语言 language 这个 chapter 的时候，我说到同声传译叫做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交替传译。看过来啊，看到最后页311页左边这一页的这个单词 consecutive 连续断的叫交替传译，同传和交替传译区别吧，行吗？好，我背一下啊，复习一下。Simultaneous， 那么注意 simul 这个字根其实指的是相同的意思啊，所以说叫同时发生。Simultaneous， 多个字，记住它。其实看到这个同时发生，我想到这个同时发生的事情，前面说量子纠缠啊，量子纠缠它忽视了时间，说光速是最快的，因为它的光子跟质量，所以说跑最快。没有什么速度能超过光速。但是啊，现在讲起量子纠缠更神奇，相隔天边啊，之远或者宇宙的两头两个字头啊，一个A 这量子如果发生变化，另外量子随之都忽视时间感，哇，心灵感应到量子纠缠，所以说科学非常好奇。我应该成为特别，现在人生到现在阶段，我特别后悔。如果你要那么早，人生最后的事情，我就应该成为科学家。哎呀，怎么就搞成这个了，对不对？讲成英语了，真是的。好了，希望同学们真的，希望多有意思啊！好，往下 ，ongoing 啊，这个不说了，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很好记。例句我们看一下它怎么用啊 ？The discussions are still ongoing， 仍然在进行中啊，会议仍然在进行中啊，考试仍然在进行中啊，就是 is still ongoing 啊 ，ongoing。好，那么下面一组第一个单词叫做永恒，对吧？下面又是永久，永恒前缀 everlasting，everlasting 多么好的词汇呀、啊，对不对？马上就想到一首歌，最后结合了，好久没唱了，来唱一下啊！因为这个歌很好听啊，马上学这单词 everlasting， 怎么说呢？当时说的是live forever， I'll be waiting 啊，我生生世世都在等待 everlasting like sun， 就像太阳一样。OK， 啊，这首歌怎么唱呢？嗯，好听啊。Do you still remember how we used to be? Fading together, fading away, and then I say to me, Everlasting, my Nana, always be mine. We are forever, I'll be waiting, everlasting, like a sun. Live forever, for the moment, ever searching for the moon. 掌声在哪里啊？好了，好了，现在旁边写单词，念首歌，唱首歌，掌声，哇，各种手机全举起来，对不？这个你感觉啊，嗯，就不唱。好，请看到
background 上面写的紫红色啊，也常见的哦，也会成考点哦。叫 Eternal， 拍起来 Eternal， 那 Eternal 那叫永生的、不朽的经典歌曲，叫 Eternal Flame， 来句怎么唱呢？Close your eyes,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feel the same? Am I only dreaming?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听到这个词吗？是不是正在燃烧的是 eternal flame 啊，永恒不灭的火焰，懂吗？这个词呀，下面单词不说了啊 ，permanent 哇，这首歌的名字，哎，我唱开始，不唱了，实在没法唱了啊。这是 permanent 永久的，对不对？永久居民 ，permanent residency 就 PR， 注意啊 ，PR 就看嘛 ，permanent 要对一下，要对一下啊。旁边还有几个单词啊 ，eventually 哎，这单词。好，咱们把这几个单词看一下啊。然后第一个单词 daily 表示的是每日的，这个意思都知道。然后还有个日报的意思，举个例子 China daily 表示的是中国日报，然后 daily life 日常生活，然后 daily 其实就等于的是 everyday， 这个同体别忘了，它比较简单一点，就是 everyday 啊。然后问到 how often 的时候，也可以说到 on a daily basis， 就是每一天都会怎么样。然后 monthly 就是每月的，每月意思也就是月刊的意思啊。 monthly 等于 every month or four weeks， four weeks 经常会忘记，因为一个月等于四周嘛，所以说这里要掌握一下。好，下面 annual 表示的是 every year 每年的 annual， 所以说你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问你口语问你 how often， 你可以回答On a daily basis， 然后 on a monthly basis， on a quarterly basis 都可以这么说的啊。后面加上 basis 就是多长时间的啊。好，下面 quarter a quarter past or quarter to ten 就是一个时间，十五点九点四十五。这记得咱们以前是初中吧，初中的题目还是小学的题目，选择题有考到过的啊。然后这边补充了几个短语 ：daily life， daily， daily work 每日作业啊。好，下面 annual 表示的是每年的，每年刚才咱们前面说过的 ，an 表示年的意思，然后 annual bonus 年终分红，分红 ，annual earnings 年收益啊 ，yearly 每年的，一年的 ，yearly capacity 年产量。Anniversary V 二表示旋转的意思 ，Anniversary 周年纪念日啊 ，Anniversary。好，下面 Era 表示时代、年代，跟 Era 做区分啊 ，Era 表示的是什么时代？比如说信息时代 ，Live in the Information Era， 生活在信息时代。然后 Present 跟 Present 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目前，一个是礼物。At present 目前现在，同时呢 Present 又提交了一下 Representative， 这咱们前面就强调过，听力理解完考的代表 ，Student Representative 表示学生代表一样掌握。好，下面一个单词 Contemporary 表示的是当代的、同时代的。那长得很像那个单词啊 ，temporary 就是去掉 con 啊，表示的是暂时的，等于 short time， 是听力理解完考统一替换。看一下这个词的词字根啊，表示 temper 指的是 time， 加上 con 在一起的意思，加上 ary 的形容词后缀合在一起就是 contemporary， 表示的是同时代的意思。看一下变形第一 ，temper 表示寺庙 ，temperature 表示的是温度，温度是要会拼写的啊。然后 temper 表示脾气 ，good temper or bad temper 好脾气坏脾气 ，control or hold your temper 等于的是 control or hold your horses 表示控制脾气的意思啊。好，下面 medieval 表示的是中世纪的或者守旧的 ，med 表示中间的意思。看一下这单词 medicine 啊 ，medical medicine 还有 media 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补充了几个单词，第一个 conservative 表示是保守的 ，conservative， aggressive 激进的，一般这个单词 aggressive 有一点点的贬义在里面 ，aggressive， 然后一般用的最多是这个单词 medical 表示的是激进的，跟 conservative 是作为一对出现的 ，the 加形容词表示的是一类人，所以说保守派的话就 the conservative 表示的是保守派的意思啊。好，下面 century 表示的是世纪、百年 ，cen 表示的是一百的意思，举了一个例子 ，centimeter 表示的是厘米，就是也就是百分之一啊。然后 medieval 表示的是中世纪的、守旧的意思。然后看一下这边补充的，也就是 ancient 跟 medieval 是作为同一句话出现的，同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in the past、once、historically、historical， 然后还有 old。我在你的通讯录中没有找到 history call history， 然后下面 formal 表示的是也是的，古老的，守旧的中世纪就是古老的啊。好，下面 millennium 表示的是一千年的、千年的 ，mile 表示一千的意思，比如说 mile 千米 ，milestone 千里这种里程碑。好，下面 million 表示的是百万、大量的意思啊 ，million 有一千个、一千嘛 ，million，millions of 许许多多的，然后 billion 是十亿 ，billions of， 然后 dozen d 开头的是有十亿打就十个，比如说 decade 也是十年的意思啊。单词 dawn 表示的是黎明或者破晓的意思 ，dawn 开始明白，逐渐明白 ，at dawn 表示天一亮，跟 dawn 做区分啊 ，dawn 应该在 dawn，at dawn 表示是拂晓时 ，midday 表示的 amid 表示在中间的意思 ，midday at midday 在正午，然后 midnight 午夜，然后最佳观赏时间 between midnight and dawn 表示的是在午夜至黎明期间最佳观赏期啊，然后 overnight 在晚上就一夜之间，然后 night 就是夜间夜长的意思 ，day and night 夜以继日的。好，下面 modern 表示的是现代的，比如说现代文明阅读理想考这单词 ，modern civilization 现代文明 ，ancient and modern 古今。然后看这个例句 ，adjust to， 表示什么 ？adjust herself to， 无法适应啊 ，adjust to 是适应的意思，调整适应的意思。然后咱们前面说过 ，adopt 表示的是收养。好，这边复习一下。好，下面 recent 表示最新的、最近的 ，recently 副词形式最近。然后看这个例句，这边 fake 跟咱们前面说过的 phony 跟 phony 跟 phony 都是对的，表示假的赝品。它的反啊，同时它也跟 knock off 也是贵重物品的廉价仿制品啊。它的反义词 authentic 表示的是真迹的、真实存在的 ，reliable 啊，对吧 ？real 这些单词都是表示真实存在的。Authenticity 名词形式的真实性啊 ，update 表示的是直到目前的现代的 update information， 就是到目前为止现在找到的。然后 climate change 天气变化 ，climate 会拼写啊 ，climate 很重要 ，climate 听力里面词汇表示的是气候的意思，气候天气。语料库，然后下面 update 等于 update 等于 upgrade 等于 more current 等于 modern 表示就是最新的、现代的。好，下面 first、secondly、third、finally 这三个单词可以放在一起看啊。First 表示最初的第一，然后 secondly 第二其次 ，finally 最后终于，然
那 finished 表示的是完成结束，口语中会问你 Are you finished？ 你吃完了吗？ Are you finished？ 我吃完了。好，下面 immediately 表示是立即直接的，等于 promptly 是立即立即马上。immediately after 立即在接在什么什么之后。instant 表示立即的瞬间。instant noodles 方便面，然后 coffee instant coffee 速溶咖啡。in an instant 表示的是瞬间马上。instant messaging 表示即时通讯。for an instant 表示的是片刻瞬间的意思，短语稍微记了一下就可以了。看下 moment 表示的片刻时刻。at the moment 表示眼下。in a moment 表示一会儿的意思。然后 minute 表示分钟， minute 表示细微的意思。比如说，in minute detail 表示的是细致入微的。然后 minute 的话就是 in a minute， 就立刻马上的意思。wait a minute 稍微等一下。moment 叫 minute 来说时间会比较短，就是它的一刹那时间很短，有时也有持续的 a minute， 就是时间很短，极短的时间。但是它自己可以看到那个时间的持续啊。然后 instant 常和 moment 互换，指一瞬间的意思，就是非常的紧急急迫的状况啊。啊 prior 表示先前的，在什么之前 ，prior to 在什么什么前面 ，priority 优先权这个词别忘了。如果说单词还不记得的话，我建议看一下前面的回放 ，priority 前面说过优先权。然后下面 former 表示以前的前者啊，然后 later 是后者，比如 former manager 以前的管理人。然后下面 preceding 表示在前的，在先的 ，precede 动词形式在什么什么之前的，较先于什么什么发生的 ，ced 结尾的有走的意思啊 ，preceding quarter 上季度。好，下面 president 表示先例常规啊 ，great with the president 打破用的是 great 这个词 ，president 表示的是总统啊，就音标在这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是。President 一个 President 两发音不太一样。好，下面 Foremost 表示是最先的、最重要的。考了，看到最重要的肯定就考点了，等于等于 Most important 对吧？最重要的 First and Foremost 表示首先的、主要的是。Opening 开始、开端 Opening the book's opening 最初的、最开始。然后最初的 Initial 表示最初的，放在句尾，然后逗号，然后想说一句话 Initially 跟 Promptly 作为同义替换出现的。有时候比较疑问为什么这样词，完全就是中文翻译不太搭，为什么作为同义替换？可以看一看它的音译不一样。它一个是 to make something begin， 然后 prompt 是 to make somebody decide to do something or to call something to happen。就让我们是开始，所以这两个词它就是都是有 to begin 或者 to happen 的意思在里面的。然后 immediately 包括 create 都是有创造的，一开始让它开始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下面一个单词啊 ，intermediate 表示中间的 ，med 表示中间的意思。比如说在位于中间的阶段，小作文里可能会看到 at an intermediate stage， 然后 stage 阶段就可以了。然后 midst 表示中间、中部 ，in the midst of 在什么中间的什么时候，然后 into the midst of 就在什么当中 ，from the midst of 出自什么当中。然后 meantime 表示 in the meantime 期间、同时 ，for the meantime 眼下、暂时。然后 at the meantime 表示同时的意思，口语中经常可以说啊 in the meantime 我虽然喜欢，但是我转折一下，虽然我喜欢，但是这个事情怎么样，对吧？可以换一个逻辑词，不要老说 but。好，下面 meanwhile 表示同时、期间，写作文里可能会写到的，同时 in the meanwhile 在什么期间，然后simultaneous 表示同时发生的。然后这个例句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短语叫 blow out and cold， 就是态度摇摆不定、不能忽略的，就没有下定决心的意思啊。然后 ongoing 表示的是进行中的或者继续存在的 ，the discussions are still ongoing， 讨论仍在进行。然后 ongoing process 表示持续的过程 ，ongoing activity 正在进行的活动。下面单词都是这样，单词都是表示永恒的 ，everlasting 永恒的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永远的 ，from everlasting 自古以来这个意思啊。然后 permanent 表示永久的 ，eternal 也是永久的 ，permanent 等于 long 等于 lasting 表示长久的意思 ，eventually 表示是终于的、最终的意思。好，下面 puncture 表示的是准时的、守时的 ，puc 有点的意思。比如咱们前面说 acupuncture 表示的是针灸的意思。就他说一个人，他 he is always reliable and puncture 就是总是又可靠又守时。啊 ，punch 有打孔或者用拳击的意思 ，punch in 要 punch out， 不是说打进来打出去，指的是上班的时候在上班打卡，或者说下班打卡，上下班打卡这个用这个短语啊。然后 duration 表示的是持续的时间或者期间，这个单词是要会拼写的 duration。然后 during 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 ，durable 表示的是持久的，跟 lasting 是作为同义替换出现的。然后 consecutive 表示的是连续不断的，连续两周来上学 ，two consecutive 就像 consecutive weeks 连续两周啊。好，下面单词 periodical 表示的是周期的、定期的。period 是时期的意思 ，period 会拼写。下面一个单词 imminent 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或者必近的 imminent danger 就是即将接近的这个危险，即将发生的危险啊。等于 approaching 也是有快要到站、快要到来的意思。比如说那个车快要到站了，可以说 approaching。除了这个呢，还有咱们前面说过的方法 approach 有方法的意思，跟 method 呀、跟 technique、way 这些都是作为同义替换的，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咱们 chapter one 中就说过的，如果还不记得的话，可以看一下回放。好，下面。下面一个单词 ，incidentally 表示的是偶然的，顺便提一句。incidentally 一般是副词，就是放在句首或者句尾啊。比如说这个例句可以看一下 ，incidentally here's good news for you， 顺便一提，又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啊。incidentally， 然后 accident 表示是事故 ，incident 事件 ，coincident 表示是巧合的意思啊。单词 imminent 它补充的这个 imminent danger 表示的就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imminent threat 表示的是紧迫的危险、逼近的危险啊。imminent 可以复习一下。有一个定期检查啊 ，periodical inspection， 跟咱们前面学的那个 physical examination 是一样的啊。ESEN examination， 我敲一下，写的不清楚。
在这儿啊 ，physical examination， exam， initio 呢写的太清楚 ，physical examination 表示的是身体检查，也就是咱们说的体检的意思，可以跟咱们这个 periodical inspection 放在一起记，也是定期体检的意思啊。好，这些几个单词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 ，simultaneous 跟这个 spontaneous 放在一起啊，一个是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自发的、无意识的。spontaneous 它指的是自发的，就是它非常的自然的。我们口语中考试中就需要做到这个 spontaneous， 非常自然的感觉，没有像背诵的感觉，可不能像这个 rehearse 一样排练过的。那如果说给考官你感觉得出排练过的，或者说有这种背诵过的痕迹，那肯定就分就不高了呀，就肯定给你判背诵了。所以说，这样可以帮助大家解 spontaneous 这个单词啊，表示的是自发的、无意识的、非常自然的，给人非常自然的感觉，没有 rehearse 没有排练过的。然后 simultaneous 表示的是同时进行、同时发生的、同时进行的。这节课的单词就到这边，这么多单词是咱们最后一章的22章的内容。有些单词比较简单，这单词是给大家拓展的，需要大家去着重记忆的，去记忆它的同义也好，去知道它的发音跟意思也好，还是需要它记得它的拼写，会拼写，可以大家可以把它那个用小本子记下笔记，然后需要拼写的去多记几遍，然后同义的话可以在阅读里每次做题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出现过这些个单词，可以专门有本子积累下来，不断的去复盘，然后只有把单词利用到咱们平时的听说读写中当中去，才能更好的加深印象，不然单词背了还是会容易忘记。所以说一定要把它用到口语中也好，用到写作中也好，只有这样不断的重复才能记得。希望大家能早日取得高分，早日上岸啊！这节课到这里，再见。